在教育部政务处长的监督之下，婚姻科技大学新任的校长侯春宽，为下任校长的手中交接印信，成为婚姻科技大学第四任的校长，地方各界贵宾踊跃出席观礼。教育部人员表示，婚姻科技大学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之下，已经成为台湾教育界的重要大学。那云科大可以说已经变成一个明星了。我们看到云科大被对岸、被国际上的各种评比，还有我们跟国内的许多知名的刊物的这种，不管是企业的调查，或者是各方面的统计啊，那么都可以说已经变成一个闪亮的一个品牌。那这些成果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婚礼科技大学新任的校长侯春宽就任后强调，将传承婚礼科技大学的优良传统，并且大力推动生命教育，以及建立校友服务平台，甲各校友共同促进婚礼科技大学继续发展。校友是我们学校发展重要的力量。现在校友会在我们廖理事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领导下，也聘了12位顾问，而且呢非常热忱的，由吴总干事来推动校友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云科大呢也马上会建设好我们的校友服务平台，扩大服务校友，把我们所有的校友凝聚在一起，使云科大的校友成为云科大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力量。婚礼科技大学校友会理事长廖志金会长除了承诺全力配合校务的发展以外，对校春宽校长重视生命教育的观念也非常的认同。那么我想呢，生命教育呢是一个类似公司文化，也是一个学校文化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校友呢，经过学校里面的淬炼呢，相信将来他的生命在社会上、在公司、在国家里面，一定能够代表我们云科的精神，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许许多多的奉献。所以我也在这里呢，预祝侯校长呢，未来在这个志校里面呢，能够一帆风顺，能够让学校的学业，能够蒸蒸日上。婚礼科技大学校友会也决定成立基金会，提供奖学金鼓励优秀的学生来婚礼科技大学读书，进一步提升教学成果。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